上月来还可以来换。哦。嗯，这个不错啊，有一点分量啊。对，哎呀，院长，那个院长拍照这边，拍照这边。哦，大家都给你签名了。前面那一张，送你古人吴承恩的伟大著作，祝你长大阅读。这个是很有意思的。那么他要长到可以读这本书啊，可能还要一会儿。所以呢，吴爸爸先读一下。另外还有一本漫画，儿童西游记。漫画的我们也写了同样的。谢谢。先读漫画，再来读一个文学著作。哎，好吧。还有谁？我们先读。现在。我上次已经没有，没关系，我上次已经送给他，再加一个还给你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恭喜，还没醒啊，还在睡觉，安吉写超给我写的，这样子哈，哎，今天他哥哥姐姐呢？在外面，对，要找他进来啊，面面早拍一下啊，哎，这个余党麻烦去，啊，那个老大老二，余党，放照相，给面子啊。小 baby 很乖，好，院长你不要靠着他，这边，对哦，有爸爸妈的样子，现在什么感觉？小 baby 最可爱了，对不对？好可爱哦！我们机长也想生一个。院长当阿公没有？你当阿公了没有？还没有，还努力哦。先练习一下。院长的女千金在媒体太忙了。我的长官呢、啊？